我们家出了很多类似的花罩衫，但是唯独这一件呢，它是我特别特别选到，然后质感非常好，然后厚薄度也刚好，边条的花边也非常非常的美哦。这个呢只有这么一个颜色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你赶快买，因为花布啊其实有时候那个工厂很容易就是花布短缺，所以有时候粉丝想买的时候就已经买不到。希望你们自己真的有喜欢的东西，不要就是犹豫。这一件呢、啊、早上已经被抢的一半去了。好，大家都还蛮识货的哦，它的质感真的跟其他的商品或是其他的卖家不一样，这一件你在外面绝对找不到。它是一件比较长比较飘逸感的罩衫，重点是呢它这边有附给大家一个绳子哦。其实这个绳子是一个造型，你可以垂坠式的感觉，你也可以把它绑起来。这一件我自己有买，超好看，或是你去海边啊去哪边里面穿比基尼，这个非常派上用场。那不止海边用得到，其实妞妞前几天出去看电影或是去跟朋友逛街，我就穿这样子蛮飘逸感的，尤其是今年非常流行这种长罩衫哦。好，那它也不会有身高的限制，高矮胖瘦通通都可以穿哦。这一件呢、啊、我已经先偷偷告诉大家咯，如果你有喜欢请你先购买，没有的话要等，要等哦。然后长度就即使你是150公分也顶多再长一点点，它不会到特长。然后呢回家拿到的时候请质地认真的摸它一下，非常的好，它的面料真的非常的好。好不是我说好，要大家自己去触感自己去感觉。再来测它的那个边，都是做一颗一颗球球的提花边，它的做工非常非常的细哦。好，所以呢非常好搭，就是这样子，而且非常飘逸。这一件在外面你找不到，绝对找不到，这是我请工厂找的面料，然后是我们自己独家的款式，所以这个你真的是找不到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去海边拍照或是跟姐妹逛街或者去百货公司，真的都非常好用的一款罩衫哦。然后颜色非常非常的美。好啊，谢谢苏璇分享。好，然后长度什么颜色我都觉得很刚好，这个颜色不会让人变黑，它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搭，无论是搭休闲度假或是一般的那种长洋装在里面，其实长背心通通都可以哦。好，再次强调它的颜色超美的，然后不会挑肤色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